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082页，1082页第二行看起啊。非亦可喻，指以上如来之法，均难逢难遇，若有闻者，皆有前世曾说佛道，非是凡人，故云非亦可喻。我们听了这个话，自己要感到欢喜庆幸，太难得了。我们过去如果没有善根，前世没有修行闻佛法、修行佛法，这也是怎么会遇到？遇到了为什么会相信啊？得人生能遇佛法，能信，遇到能信能行，这大善根啊，大福德了。如果真的觉悟了，明白了，信愿之名，念念不忘啊！这一生当中，必定得生净土。学佛、成佛，到极乐世界，个个圆满正德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应当生大欢喜心。虽有善能说法之人，于此超情离见，不可思议的甚深法门，也难于用语言文字而为开始。如本经云，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。所以说能说法人也难开始。若人于此一切世间难行之法能生深信，该有多世所种善根，今其发动，此诚万劫千生
昔有难遇难逢之一日，故曰艰苦难现，时也难早。特别是艰苦神现，真不容易。我们遇到了，能不能像经上所说的艰苦神现这一句是标准，证明你过去生中善根深厚，这一世有缘又遇到了，必定成就。无量劫来累积的功德，这一生当中开花结果了。无怪夏莲公看到这部经欢喜踊跃啊，几天都忘不了。这是真正明了稀有难逢，我们今天有幸，这幸够不够深有问题，这个幸坚不坚固也有问题。同学问我怎么办，办法不是没有，有，要有恒心，要有耐心，多读多听，现在听经方便了，有讲解的录音可以重复的听呢，过去很难的，完全靠法师大德们登台演说，没有办法字字句句都记录下来。现在科技帮了我们很大的方便啊，信心还会动摇，功夫不得力怎么办？你把这个经从头到尾听个三遍，听个五遍，听个十遍，然后深信不疑，经可以放下了，信愿具足，一句佛号就行了。啊，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，真心切愿，
念佛功夫不管浅深，不管得力不得力，只要回向求生净土，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你，你就成就了。所以这个地方的几句话，能生深信，坚固深信，能生还要坚固，难造我们遇到了，要生欢喜心。底下一段经文，付出当机守护，当机弥勒菩萨，阿难尊者，弥勒是后部佛，阿难是世尊的传人，啊，传教的是阿难尊者，传禅的是大迦叶尊者，佛陀的弟子故有乘船。遇到也不容易啊！我们看世尊对他们是怎么说，我今如理宣说，如是广大微妙法门，一切诸佛之所称赞，付诸汝等，则大受护。我们读这些经文，就要向释迦牟尼佛在我们面前当面告诉我们，生稀有的感恩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我今如理宣说，乃至做大守护，就是真理的一段经文，正邪付出嘱咐，寄托给这些大弟子们，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，这才能报封恩呢。我们承传下来了，后继无人，这怎么对得起佛陀？啊，怎么有回事？其成人怎么办？古人用著书立说，没有学生能承传他的，写书、写注解。啊，这一部《大藏经》，其中重要的经论，古大德都做注解，有时候一种，有三四种注解，每个人见地不相同，也就是说，他对的根性不一样，都是为报方恩的。啊，那么这就是嘱咐佛陀，
如理的宣说，佛说话，其机其理，即是众生的根性，他能听得懂，他能理解，他欢喜。如来所说与真理相应，叫其理。啊，这些学习的人，他们都能够体会得到，所谓的开悟了。悟的什么？理呀、啊，自信，能生万法，自信本自具足。啊，他能体会得到。广大微妙，这是称赞这个法门，幸运持名，求生净土这个法门，缘聚万德，缘是圆满，居是居处，两个意思相同。圆满就是居处，居处就是圆满。万德是一个形容词，不是数字，不止一万的，无量无边的，无穷无尽的大德。啊，普遍适合一切众生来学习。这句话对净宗来说千真万确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其他的经本说普被群机可以，普被群机里面与这个法门相应的才得利益，与这个法门不相应的得不到利益。所以它不能叫语言的，不是真正的普啊。啊，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真的是普，用圆句用普遍是正确的。广大以念佛故，善根福德顿同诸佛，神妙难思，故云微妙。这些话都是赞叹到极处啊！没有办法再加了，真的圆满了。念佛、信、愿，这一句阿弥陀佛，顿同诸佛。是心是佛，神妙难思。虽说微妙，一切诸佛之所称赞，这个地方有两个意思。一者，如本经第23品
十方无量诸佛，个个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的功德。前面读过，二点呢，如《阿弥陀经》所说的，彼诸佛等也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誓言。誓言是什么呢？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，能于娑婆国度无著卧室，为诸众生摄施一切世间难行之法。这个难得，十方诸佛皆赞释迦牟尼佛言说世间。此经原名叫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这是这个经的原名，这是的阿弥陀经。所以翻经的祖师大德慈悲也，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是一切诸佛所护念，干脆就用佛号做经名。所以经的名题就叫佛说阿弥陀佛。故知如是经法设为设方如来所称赞护念，故世尊付诸弥勒等作大守护，当即菩萨是弥勒菩萨，诸佛弥勒菩萨啊，跟这些诸大菩萨等等是等等同弥勒菩萨果位的啊，这些大菩萨做大守护。不能让这个经在这个世界上失传了，要世世代代传下去。讲经，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讲，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。学习的人多，成就的人也多，大，这个大守护，大是指超越群人，以此法门第一稀有，可名为大。于此守护可名为大，这大的意思。又此守护甚如护持头目，超越常情，乃名为大。每一个人遇到有危险的时候都把手抱住头，把眼睛闭起来干什么？守护头目，
佛用这个比喻，接受嘱咐的这些菩萨们、阿罗汉们，都要像危机的时候护持头目，一样啊，这就超越常情，乃名为大了。这是如来世尊法门第一希，所以称他为大。念老又用唐译的一句经文，如阿耶多，我以此法门及诸佛法，此法门是指这部无量寿经，诸佛法是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诸类亦如啊，佛主也麻烦你们，希望大家认真地修行啊，如当修行。我今为大诸类，当令施法久住不灭。世尊在这里为苦难众生所大的嘱咐啊，雷也是斧头，大家学习经教，教化众生，身行言说也不容易啊！啊，这是大慈悲心、大菩提心，自行化他，不辞辛苦。雷也有辛苦的意思，是苦。弥勒菩萨这些人应作大受，大受回慈氏大师，慈氏就是弥勒菩萨啊，弥勒菩萨特别慈悲，你看他塑造的像满脸的欢喜，他在无量寿会上，就是世尊讲无量寿前接受佛的佛主过之，大事当来下生鼻红本净啊，弥勒菩萨将来是释迦牟尼佛佛法灭了，他在出生到世间作佛讲经教学啊，那我们知道今天在释迦牟尼佛的会上接受世尊嘱咐，将来弥勒菩萨实现作佛讲经教学，肯定会讲这部无量寿经。这是我们能够相信的，能够信得过的。
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顺教护法救助，这里面也有三小段。第一个小段，是出苦也，请看经文，为主有情，长夜离异，莫令众生沦堕无趣，备受为苦。这几句经文，特别是在我们现代这个时代，我们看到了，真的，如同释迦牟尼佛在我们面前说这个话啊，希望我们要依教奉行，为一切苦难众生，长夜立业了，长夜是苦难的啊，苦难当中什么是利益？真正的利益，就是超越六道轮回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不要叫这些众生沦堕无趣，无趣是人天三恶道。啊，在这个里头受苦受难的，念老的注解，注得很好。世尊，如此因中付诸者，盖末法中，唯此能会众生，以真舍之力。这一句话千真万确，老实话，什么法能给我们真正的利益？心愿持名，念佛求生，故诸佛守护为一切有情做生死海中的明灯，引导一切众生出离苦海，故云长夜的立业了。这个业是说的迷惑颠倒啊，把正法认为是邪法，把邪恶认为是正法。现代这个社会啊，这就颠倒了。怎么样能度过长夜，再见到光明？只有一个方法，幸运之名，老实念佛，他才能做到啊。把幸运之名老实念佛讲清楚，讲透彻，讲明白的只有这一部经啊。弥陀经也不错，要学弥陀经
一定要学莲池大师的疏钞，细说阿弥陀经，欧耶大师的要解，印光大师读过了，佩服的五体投地，告诉我，即使是古佛再来给阿弥陀经做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这是赞叹到基础，加强我们的信心。经宗的经论确确实实是众生生死海中之明灯，引导众生出离苦海啊，所以说长夜离夜赖此妙法，则可令各类众生俗离生死，不堕无趣，免受众苦，故复诸弥勒等护持事情啊，这几句话我们一看就了解，一听就懂啊，为什么佛这样殷勤多次嘱咐大家，这个法门确确实实能帮助苦难众生俗离生死。不再搞轮回了，就免受众苦了。啊，来生到极乐世界去了。这个意思要懂。我们今天有幸遇到了。遇到经宗无比殊胜的注解，黄念祖老居士注解是以经注解，你看每一句话都有来历，不是他自己说的，祖师大德说，经典上讲的，取信于后人。啊，下面第二段，劝顺四教，这四句话太重要了。应勤修行，随顺我教，当孝于父，常念慈恩。中国文化的传承根就是两个字，一个孝，一个敬。孝亲敬师啊，常念师恩，他有能力有缘分接受古圣先贤的教诲，如果没有这两个字，古圣先贤教诲再多，你坐在四库全书里面，你也得不到利益。为什么？你没有这个根，
孝亲是根，尊重老师是根，没有这个根，纵然遇到好老师，他也学不到东西。这是今天讲汉学真正的难处在此地。五千年来，古圣先贤、列祖列宗教化后人，教化下一代，都是从孝亲尊师着手的。所以这两桩事情决定不能疏忽，疏忽我们这一生会空过了，来生还是搞六道轮回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这个标题课题情深思教，应勤修行，随顺我教，当孝于佛，常念圣恩。这四句话是接受圣教能不能成就的真实的根基。念老的注解，应勤修行，这下面四句表为就近而立，而立是自觉觉他，但当尊顺佛语，坚持经法啊，经里面所讲的道理，所讲的方法，理明白了，方法，这个方法简单，真心切愿，老实念佛是方法。但当遵守随顺佛语啊，经典上的经文说明这一次的大事因缘，我们都明白了。明白之后要真干，要真心，要真愿，发恳切的愿望求生净土，这个世界万缘放下，这个世界得过且过，没有丝毫希求，心就清净，心就定了，坚持佛法经法啊，经是明白觉悟了，法一心专念，底下这三句
念老师告诉我们，遵顺佛语，坚持经法，精勤修习，两报方恩。随顺我教，当孝于佛，常念师恩，这三句都指尊师重道，依教奉行。历届行人不可私心自用，违背本师立心叛道。私心自用是讲的一知半解，自以为是，那就错了。解不能不正啊，心不能不诚，真诚心、恭敬心，读经能解义，傲慢心、自视心，读经不但没有功德，还造罪业。佛在这里说得好啊，啊，所以不可以私心自用，违背本师立心叛道啊，这就大错特错了。现在学佛确实不容易，你真正肯学，就是经上所讲的过去生中无量劫来修行成就了，感应的佛菩萨加持，佛菩萨保佑，你能够稍稍真的明白了啊。有不少人还是迷迷糊糊，一知半解，法门接受了，可是其余的法门过去学的不肯放下，变成杂修，可惜啊。不能真修啊，真修孝亲尊师的人会真修。所以中国人讲教育大根大本就讲的无伦无常，四维八德，千经万论不离这个大纲子、大原则、大纲领啊。五伦头一个讲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朋友有信，过去小孩从三四岁就开始了，就引导他走这个路啊。现在没有了，怎么办？如果不把老的老教材、教科书、老的理念
教学的理念、老的方法找回来，太难太难了。可是今天几个人肯，找回来，误认为过去那些东西过时了，不管用了。是的，许多东西过时了，不管用了。但是伦常道的万古长新，它没有旧，没有老，它不能离开。三千年前遵守正确的，三千年后今天我们学习还是正确的，没错啊。今年我们在巴黎教科文总部办了一场祭祖的法会，很多人受感动，都赞叹这个活动好，特别是年岁大的父母感动很深，自己小时候没学，因此自己的孩子长大也没有认真教，老年受苦，后悔莫及。啊，所以决定不可以私心自用，违背本师历经叛道。啊，现在社会上这十二个字我们到处看见，太多了。啊，甚至于方东美先生早年跟我讲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是想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程，他告诉我现在的学校66年前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你要到学校去听课，你会大失所望。他说这些话我听不懂啊。啊，那是台湾大学吧。怎么是像他所说的？多年以后想想老师头一天见面讲的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。小学大学的 学生还用功念书，为什么求升学？念到大学了不想再升学了，没得升了，不认真了。学生不认真听课，老师也不认真讲学，形成了一个社会风气，普遍都能看到。我看到害怕，社会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啊，我学校的教育到初中毕业以后没有再念书了。啊，遇到方东美先生，我想听他的课，接受他的教诲。
啊，结果到最后每个星期天在他家里开课，我们一个老师一个学生给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，最后一个单元讲的佛经哲学，我从这里入佛的。以前以为佛教是迷信，不接受啊，这个才知道佛教大乘经典是哲学里面的最高峰啊。以后跟张家大师三年，跟李老师学经教十年，这是我的经历学历。都可以说是一对一的教学，一个老师一个学生。在台中李老师会上，老师讲经指定我一个座位，跟他面对面坐在最当中第一排，等于是一对一，我是这么学出来。老师为什么能教我？哎，我就懂得孝顺父母，尊师重道，我懂得，我对老师恭敬，啊，就这么一点点关系，这一生没空过，非常幸运。啊，所以这十二个字，私心自用，违背本师，离经叛道，我们要特别注意，有没有这个过失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